Hunter 是苏格兰阿伯丁郊外的一个小镇，位于凯恩格姆山脉以东的迪河河畔，海拔213米，以泉水闻名。据说这里的泉水可以治疗结核杆菌。附近有凯恩格姆和巴尔莫勒尔城堡，距离小城镇大概10分钟的路程，也就是女王居住的城堡。2022年6月2号是英国女王登基70周年的庆典，所以我来到了这个小镇。小镇现在大概有1500多名居民，以旅游业为业。巴雷特这个小镇在14世纪早期是圣约翰骑士团占领地的一部分，到1770年左右，这块殖民地才发展起来，作为度假村接待游客。后来在1866年铁路的到来，许多游客利用这一便利的通道来这里参观旅游。几十年来，当地商店都有皇家特许证，所以现在的商店你仍然可以看到皇室授权的徽章。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开始，王室家族就经常来这里度假。英国女王从1952年到今天的2022年登基整整70周年。在这期间，女王每年的春秋季节常常定居在巴勒特这个小镇。